欢迎收看《酷酷兄弟》特别企划。特别企划，我们来弥补我们的心中的遗憾。不要再晃了，好香，这个超香的，这个超香帽子。哎，这是我们新的产品，就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啊，就是会香香的。有人如果没事的话，可以挂两个茶包在那边试试看，真的超级香，超级香的，超级香，走路都有茶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集特别计划来弥补我们的心中遗憾。我们刚刚有一些东西，我真的好想吃，可是一直吃不到。我想吃千层派，我想吃刚刚那个，就是很像 cheesecake 小小那一条、那個，小小的。对啊，對，我好想吃哦。所以我们今天想了一个特别计划，一个人呢可以去吃那个东西。那我们要玩什么？如果两个都赢，我们两个都吃。两个都赢？对。我看你是怕吃不到吧？好，继续。好的，那应该是不会有两个人都赢的局。所以我要干嘛？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茶包呢甩到我们的头上去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对，这样子放着，两个同时甩到头上去，要在帽圆上面哦。帽圆是帽圆上就可以了。不限制时间，看谁先把它甩上去。我成功了，不行了，我爆吧，是打结了是不是？来，完成了，准备喽。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等，我先把眼镜拿下来。这是场战争哎，这么认真，我也来。这帽子有点小，好，不过还可以。Ready， 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我甩一个喽，先喽，再来。掉下来了，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蠢啊？为什么制作单位想出这种东西？什么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还真的甩上去了。耶！我要吃千层派。帮我服务吧，我要吃千层派。我们要戴这个蠢的帽子吗？你要吃什么口味？它其实有三种口味、喔。咖啡，咖啡口味。对，它有辣味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要吃辣味，你要想吃？那不然我吃辣味好了。其实我不吃辣，所以这其实对我来说算是惩罚，好不好？吃。好啦，好，我吃这个。还有辣椒粉沾一点。真的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，很香。会辣吗？不会，它是有那种辣椒的味道，可是它不会辣，就是香味是辣味，对吗？我还可以再吃吗？好，再吃一个辣味，再请你吃一个咖啡。文工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点左下角的喜欢，还有左上角的订阅，随时订阅我们频道，随时跟踪我们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掉了没？还没啊，它掉了，成功了，十秒到了吗？你为什么十秒的时候不喊？我要吃一点盐。